某年大哥和老婆又在里，大哥老婆又结婚了。九五，年岁数王又相为，年岁数王又结婚了。三年数王又相为，三年数王又哎呦快生了。哦，奶奶嘛，阿娘个梦里连环动画，什么电影嘞？我的连环动画，连环动画。太好，我就知你又在笑啦。我无你讲看卖嘛，走，阿妈你哦。阿娘，我一步一步梦里，你第会知答。你敢知影连环动画是啥物物件嘞？我就是卡通啊，漫画。啊，你敢知影阿公阿妈拢把卡通叫做啥物？啊，我想起来，我把卡通叫做漫画。安尼答案不是错的吗？啊，就是台北漫画有一名漫画，就是像安尼电影呢。对，我还无想到，安尼话我问你，好啊，互你讲看卖，台湾知名是倒位？哈哈哈，这是我呀，我还要啊，就是龙眼啊。是啥物是龙眼啊？请你讲一下。详细听，因为啊，龙眼的位置就伫咧台江南海出海口，内面就像咱国家的耳仔同款。你关尖会较宽，所以较，所以才会叫做罗林门。哇，真厉害哦！讲真嘞，台湾这地名真的是足趣味的呢。虽然我都做错咧，你拢会晓，但是佫侪是你袂晓的啦。你也是甲观众大家做伙来讲一下好啊。今仔就由三影台湾交合唱团为大家带来几首叫台湾的地名，请大家拍鼓欢迎。Thank you.